网球拍上的怎么样？挺好的。陈教练说，以我的水平，他都快不会削了。陈教练那是器重你，看重你，你不准骄傲。上回陈教练说要给你换一个新的网球拍，妈妈在网上已经订了，过两天就到。 妈，那网球拍可贵了。哎，妈妈最近接了一个兼职会计的活，手头还松快呢。别担心钱的事。谢谢妈。吃块小咸菜。
你不是说你不想跟我结婚，现在想干嘛？你秦恩知道桓志齐恩之说，他卧底工作做得那么好，我也不见得输给他。你知道这件事里面，我最不能接受的是什么吗？ 欺骗，而且是被跟你同床共枕、生儿育女、承诺相守一生的男人欺骗，不是一次两次，是10个月。你说他是怎么一边做我的模范丈夫，一边又爬上杨艳的床？之前我怀疑他跟孙文。 几次问他，他都说没有。在我的病床前，他说他绝对没跟他在一起过，掏心掏肺那么真诚，居然背地里跟杨艳在一起那么久。你说他说这话的时候就没有一点点心虚吗？你想这些了，我怎么可能不想？我现在甚至还在想，他是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 除了杨艳还有别人吗？孙文呢？之前呢？你说他是不是从一开始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就没想过一心一意的要对我？只不过我是个傻子，没发现罢了。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的感情，你说都是他演出来的？那我们的婚姻呢？我们的家呢？ 10年他跟我说过那么多好听的话，到底有没有一点点是真的？当然有，我知道你现在很痛苦，但是你不能因为他的出轨而完全否定你自己过去的10年，是吗？如果有一点点，哪怕只是一丁点，为什么他明知道我怀疑我、痛苦、我反复摇摆，他还能继续骗我？ 费尽心机的接近我，争取我的信任，就是想我跟张欣走在离婚上。我真没想到，张欣还能让一个女人为他做到这个地步，可笑吗？你看，我居然要从我老公的情人身上。 去得到对他全新的认识，我还真他妈够失败。离婚吧，别再跟他们纠缠了，不值得。不，必须要让那些让我落到如此境地的人。 对狗毛过敏，爸爸妈妈都同意了，我真的好喜欢它，你就让我养吧。爸爸不能不许你过来，爸爸不是不让你养狗，爸爸是真的对狗毛过敏，一碰见它就会浑身发红发痒，嗓子也不能呼吸，就像这样。你愿意见到爸爸天天这样啊？ 张毅，咱们不是说好了家里绝对不能养宠物的吗？只要小雨高兴，养只狗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我对狗猫过敏啊！哎，
跟你说话呢。听你的。你想让他们付出什么呢？你想问我要什么是不是？真是一个好问题啊。从小我跟着我爸学画画，小时候的梦想是长大了当画家，全世界开画展。进了大学，我遇到了跟我有同样梦想的爱人，跟邹野还有你的那些年是我最快乐的日子。结果他却背叛了我。大学毕业，你出国留学，剩我一个人。我妈跟我说不让我学不切实际的画画，我没同意也没反对。我妈当时就问我，张一啊，你到底想要什么呀？我看着她和我爸，我说我想要一个像我们一家三口一样的家庭。我想要那些普通的幸福。后来我改学了更为实际的建筑，毕业之后我就遇到了张鑫。他个子不高，长得也普通，但是他看着我的时候让我觉得我是他的整个世界。我心想，这样的一个男人应该能给我安全感吧，应该可以像我爸一样给我一个幸福的家。所以我很快就嫁给了他，然后再然后我也过了十年的好日子。不过现在想想，可能那些都是假的。现在我是一个被出轨的女人，你问我想要什么，我还真的回答不上。你这感觉怎么现在给自己念悼词啊？你还年轻得很，想要什么不行啊？你呢？你想要什么？这又不是西方美术史考试，我没有办法给你抄答案。等这一切都结束，你还可以从头再来啊。从头再来，我还有这样的机会吗？只要你想。你说我爱张鑫吗？脚步声就知道是我啊。你最近心事多，脚步声比一般人都要重一些，听几次就记住了。你真有心啊。这个送你的，
是什么呀？这么精致。这个是自动的，你还放在那儿，猫自己就能来吃，一日三餐按时放饭。这个真方便，你才是有心的，谢谢你啊，张姨。别客气。收到屋里面去了，免得被别人拿走。肯定的，一看就不便宜。等一会儿他们吃饱了，我就把它拿回办公室去。随便坐啊。这个是你上回要取的碗，也不是什么贵重东西。还麻烦你跑一趟，其实不管也行的。不贵重，那你上次专门去我家取？上次是因为露露要上网球课，带绿豆汤用，我一时间在家里找不到，所以才上你那儿去拿的。不好意思啊，是我太冒昧，你没生我气吧？这点事儿怎么能生气？你给我打电话是有事吗？啊，有点事儿。我明天要回趟北京，几天不在家，来跟你打个招呼。还有从你这儿借的书，可能得晚还几天了。怎么突然要回家呢？是家里出什么事了？没有，我也不能三天两头总有事儿是吧？我不是那个意思。不好意思啊。今天公司出了点问题，心情不太好，挺烦的。没事儿。公司会有什么事啊？不是一直都挺顺利的吗？别提这些事儿了。一直都是你听我说我们家这些破事儿，我还没来得及问你，你离婚手续办的怎么样了？差不多了。什么叫差不多了？是办完还是没办完？算是办完了。那恭喜你啊！我能理解，女人嘛，都是感情动物，出轨这种事对我们来说打击太大了，几乎没有人能接受，是吧？其实女人只是想找一个能好好陪着自己的人，但是时代不同了，这样的男人越来越少，而我们女人。也变得越来越不能容忍，不能宽容，所以离婚率就会越来越高。张姨，我经常在想，我们淡然离了是痛快乐，可是孩子呢？孩子怎么办？不能给他们一个完整的家，对于孩子的成长终归不是好事。为人父母言听不足。想起这个，就觉得对不起露露。这话我倒不能赞成。像你说的，为了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就能接受家暴、出轨吗？孩子是小，又不是傻，他们早晚会知道。等到他们长大了，他们会问妈妈，为什么我早早离婚？要我看，这种不称职的父母，还不如没有。所以我不是你啊，只有你才有这种底气说出这样的话。我没有。你再坐会儿了吗？你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回来还书啊？张女士，都帮您办好了。这个是您的会员卡，这个是您的课程安排，
你来之前呢，给我打个电话，房间排陪练。你想什么时候开始呢？现在可以吗？现在？我想跟他打，他做陪练吗？充能量，过来，谢谢。你打球几年了？嗯，三年了。打得真不错。谢谢，阿姨，您打球打得也挺好。小时候被我妈妈逼着学过几年，过去这么多年了，都忘得差不多了。这么巧，一开始也是我妈让我去学球的。开始肯定觉得特别累，特别辛苦，根本不能理解自己亲妈为什么这么折腾自己，是吧？还行吧，毕竟我妈也是为了我好，我现在也挺喜欢打球的。你还挺懂事儿。你今年多大了？十二了。像你这么大的小伙子，这会儿正在家里闹青春叛逆，当妈的跟他说句话都不如。我女儿今年六岁了，现在回家只知道看 iPad， 根本不理我。不过一看你，就是跟妈妈关系特别好的那种，是吧？阿姨，您怎么知道？嗯，几点吃，吃什么，不考虑的这么周到。你妈妈肯定特别疼你吧？阿姨，您看得真细。那，你以后就带带我这阿姨打球。放心吧，不会耽误你回家吃饭的。留个电话吧，以后我们约着打球。嗯，好。王木，好特别的名字啊。谢谢。时间不早了，我得走了。你妈喊你回家吃饭了？是，我妈喊我回家吃饭了，我先走了。嗯，拜拜。嗯，注意安全。都很小心的。
我从一开始就跟你说过，我不图你任何什么，我也不会逼你离婚，我只是想跟你在一起。那你告诉我，为什么在我家楼下书吧工作？我不是故意要瞒着你的，真的不是，你相信我。我再三跟你说过，让你不要接近我家人。今天如果不是我问你，你打算瞒我到什么时候？我没有那个意思，真的没有。好，你要是不高兴的话，我明天就去书吧，我去辞职，好不好？算了，我这次来就是想告诉你，我们以后别再见面了。别离开我，别离开我。这边一直也不归我们设计部管，不过这家公司确实一直都是瑞总亲自对接的。还有什么？我在网上调查这家公司在资历中列出了多个项目，发现很多项目并非本地业务，都是涉及到跨省甚至跨国业务，能搜到的讯息也极少，而且在这些极少数的本地项目当中，也只搜到了一些非门户级别网站的新闻，这点挺奇怪的。非门户级别网站新闻？哦，我知道了，方律师说的是那种有链接，但是点击进所属网站却搜索不到的假链接。没错。一般大型建筑项目背后都是品牌地产商，一旦启动，他们的品牌部和公关都会在全网做宣传，绝对不会出现假链接级别的低级错误，除非这个项目根本就是假的。想不通，瑞总虽然在业务上不太精通，但我们公司毕竟是你和他一手创立的公司，他到底为什么要力挺穹顶工程这种有资质问题的公司呢？我们公司的未来可都压在这个对赌协议上，这么重要的项目他不可能不知道啊。雪晴，周瑞那边你多盯着点，他如果跟庞博见面的话马上告诉我。好。刚回来那天他说自己要去澳门见个客户，你们知道他要去见哪个客户吗？说起来，我也很久没有过问公司的财务了。不都说了吗？再宽限我几天，钱马上就到了。妈妈不在家，记得自己定闹钟起床，好好吃饭，别挑剔，好吗？你要去哪儿啊？妈妈要回北京去找姥姥姥爷了，她还不带我和你。爸爸，你快留住妈妈，别让她去。笑笑，来，过来。哎呦，哎，你怎么不早说啊？你这不是知道了吗？睡觉去喽。
怎么突然要回家？我爸中午打电话了，说他俩后天结婚纪念日，我得回去一趟。哎呀，我差点给忘了，那我也得回去。不用，我打。怎么了？你最近公司事儿那么多，这点小事儿就别折腾你了。再说，咱俩都走了，谁照顾笑笑呀？我妈呀。你妈不是感冒了吗？一个人照顾小孩多辛苦呀。金婚是个大事儿，我要不回去，那你爸你妈不得不高兴啊？不会的，我爸妈那么大度，放心吧。最多你辈分大了一些罪就行了。
我刚买完菜，在回来路上。进。妈。啊。我饿了。哎呀，这个时间了，妈给你做饭去啊。露露，你先吃个自嗨锅，垫垫肚子啊。好，好。妈，你也先垫一下吧。吃啊，你不是最爱吃芋圆球吗？多吃鱼肉好，补充蛋白质，身体养得壮壮的，长大了好保护妈妈。我现在也可以保护妈妈呀。儿子，嗯，怎么了？没怎么，有事情叫叫你。妈，嗯，你怎么不吃啊？妈妈还不饿呢，快吃吧。哦。的玫瑰花。
的可能啊，一天中最脆弱的时候，是最怕他的时候，怕他等候迁就，怕他对自己不够温柔，一生中最确定的时候，是最爱他的时候，爱他的脚步始终有自己的节奏。自己不够